激烈期调整的高度，这个尖儿就是保持平衡，也不要压得太黑了，这样也不要这样松，就是调制这样平衡就行了啊，调制这样平衡，就是激烈期的二氧化碳，这个激烈期该挂在就是上下要照齐，不要错太大的位，还有一个就这个激烈期，假如这个螺丝太紧了。就是用扳手把它松一下，就可以了。太紧了，这个地方容易就是说按不动，就稍微松一下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